想见你呢套剧，相信大家都睇过啦。睇完觉得空虚呀？唔紧要啊，女主角柯佳燕好快就有新剧推出。佢喺剧入边除咗有石石嘅情节，居然仲有 SM 床戏，连佢自己都话今次系拍戏以嚟最大尺度嘅一次。佢仲话睇到片段之后觉得非常之冲击啊！当佢被问到私底下同老公会唔会都玩 SM 嘅时候，佢即刻扮傻讲笑话，大家戴口罩佢听唔清楚个问题啊！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揿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